各位敬爱的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我是关议员詹志廉，詹志廉，咱阿炎呢是出身要服务，绝对秉着过去的精神，用心听，认真做。今年是虎年，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财源滚滚而来。最近呢，疫情的关系呢，希望大家勤洗手，啊挂口罩，保护着家己嘛，保护着他人。啊，而且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心情美丽。感谢，感谢。